一只蟹，先假水，假完水以后，湿润拐倒，胃就是湿润拐倒，湿润拐倒了以后，待会儿把操作把水都放掉。好，你那个停了啊。好，开了。开机先开气泵，气动开关。水不可吃了，水打水了。不过神经啊你啊你就拿白了就得了，下边一个放水口，然后把水从这个放水口里边放出去啊，把管子稍微倒一下，抹水道就行了，没水都可以，只要管子里边外边有水，可以了。好，你这是待停了呗，待会儿要爬了，啊，不会。然后加上沙丁，沙丁比例在1:3，最好别超过1:4。开气泵。开机先打开气泵。出水为止。
操作完成。放点啥东西？整机换一存件，操作如下。啊，把这都整开。用扳手打开两个螺丝。翻转，旋开就行。啊，对。